接下来请收看经典读诵。广佛华严经普贤恨愿品，唐继宾国三藏般若奉诏译。尔时普贤菩萨摩诃萨称叹如来甚功德已，告诸菩萨及善财言：善男子，如来功德假使十方一切诸佛，今不可说不可说佛刹，即为成数劫相续演说，不可穷尽。若欲成就此功德门，应修十种广大恨愿，何等为十？一者礼敬诸佛，二者称赞如来，三者广修供养，四者忏悔业障，五者随喜功德，六者勤转法轮，七者请佛住世，八者常随佛学，九者恒顺众生，十者普皆回向。善财白言：大圣，云何礼敬乃至回向？普贤菩萨告善财言：善男子，言礼敬诸佛者，所有净法界、虚空界、十方三世一切佛刹，即为成数诸佛世尊。我以普贤恨愿力故，身心信解如对目前，悉以清净身语意业，常修礼敬，一一佛所皆现不可说不可说佛刹，即为成数身。一一身遍礼不可说不可说佛刹，即为成数佛。虚空界尽，我礼乃尽，以虚空界不可尽故，我此礼敬无有穷尽。如是乃至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礼乃尽。而众生界乃至烦恼无有尽故，我此礼敬无有穷尽。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身与意业无有疲厌。复次善男子，言称赞如来者，所有净法界、虚空界、十方三世一切刹土，所有即为一一尘中，皆有一切世界，即为尘数佛。一一佛所，皆有菩萨海会围绕。我当悉以甚深甚解现前之见，各以出过辩才天女为妙舌根。一一舌根出无尽音声海，一一音声海出一切言辞海，称扬赞叹一切如来诸功德海，穷未来际相续不断，尽于法界无不周遍。如是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赞乃尽。而虚空界乃至烦恼无有尽故，我此赞叹无有穷尽。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身与意业无有疲厌。复次善男子，言广修供养者，所有净法界、虚空界、十方三世一切佛刹，即为尘中，一一各有一切世界，即为尘数佛。一一佛所，种种菩萨海会围绕。我以普贤恨愿力故，起身信解现前之见，悉以上妙诸供养具而为供养。所谓花云、幔云、天音乐云、天伞盖云、天衣服云、天种种香、涂香、烧香、墨香、如是等云，一一亮如须弥山王。然种种灯、酥灯、油灯、烛香油灯，一一灯柱如须弥山，一一灯油如大海水。
以如是等诸供养具，常为供养。善男子，诸供养中，法供养最。所谓如说修行供养，利益众生供养，摄受众生供养，待众生苦供养，勤修善根供养，不舍菩萨业供养，不离菩提心供养。善男子，如前供养无量功德，彼法供养一念功德，百分不及一，千分不及一，百千俱之那由他分，迦罗分，算分，数分，欲分，优婆尼沙陀分，亦不及一。何以故？以诸如来尊重法故，以如说行出生诸佛故。若诸菩萨行法供养，则得成就供养如来，如是修行是真供养故。此广大最胜供养，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供乃尽。而虚空界乃至烦恼不可尽故，我此供养亦无有尽，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生与意业无有疲厌。复次善男子，言忏除业障者，菩萨自念：我于过去无始劫中，由贪嗔痴发生口意，作诸恶业无量无边。若此恶业有体相者，尽虚空界不能容受。我今悉以清净三业，遍于法界即为尘刹，一切诸佛菩萨众前，诚心忏悔，后不复造，恒住境界一切功德。如是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刹乃尽。而虚空界乃至众生烦恼不可尽故，我此忏悔无有穷尽，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身与意业无有疲厌。复次善男子，言随喜功德者，所有净法界、虚空界、十方三世一切佛刹，即为成数诸佛如来，从初发心为一切智勤修福聚，不惜生命，今不可说不可说佛刹，即为成数劫，一一劫中舍不可说不可说佛刹，即为成数头目手足，如是一切难行苦行，圆满种种波罗蜜门，深入种种菩萨智地，成就诸佛无上菩提，及波涅盘分布舍利，所有善根我皆随喜。即彼十方一切世界、六趣四身、一切种类所有功德乃至一尘，我皆随喜。十方三世一切声闻及辟支佛，有学无学所有功德我皆随喜。一切菩萨所修无量难行苦行，至求无上正等菩提广大功德，我皆随喜。如是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此随喜无有穷尽，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身与意业无有疲厌。复次善男子，言勤专法轮者，所有净法界、虚空界、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及微尘中，以一个有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及微尘数广大佛刹，以一刹中念念有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及微尘数一切诸佛成等正觉，一切菩萨海会围绕，而我悉以身口意业种种方便，殷勤劝请转妙法轮。如是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常劝请一切诸佛转正法轮，无有穷尽，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身与意业无有疲厌。
复次善男子，言请佛注视者，所有净法界、虚空界、十方三世一切佛刹，即为陈述诸佛如来，将欲示现波涅盘者，及诸菩萨，声闻、缘觉、有学无学，乃至一切诸善知识，我悉劝请莫入涅盘。今于一切佛刹，即为陈述劫，为欲利乐一切众生，如是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此劝请无有穷尽，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身与意业无有疲厌。复次善男子，言常随佛学者，如此娑婆世界毗卢遮那如来，从初发心精进不退，以不可说不可说生命而为布施，剥皮为纸，吸骨为笔，刺血为墨，书写经典即如须弥，为众把故不惜生命，何况王位、城邑、聚落、宫殿、园林一切所有，及于种种难行苦行，乃至树下成大菩提，是种种神通，起种种变化，现种种佛身，处种种众会，或处一切诸大菩萨众会道场，或处声闻及辟支佛众会道场，或处转轮圣王小王眷属众会道场，或处刹利及婆罗门长者居士众会道场，乃至或处天龙八部人非人等众会道场，处于如是种种众会，以圆满音如大雷震，随其要欲成熟众生，乃至示现入于涅盘，如是一切我皆随学。如今世尊毗卢遮那，如是净法界虚空界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，所有尘中一切如来，皆亦如是。于念念中，我皆随学。如是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此随学，无有穷尽。念念相续，无有间断，身与意业无有疲厌。复次善男子，言恒顺众生者，为尽法界虚空界十方刹海所有众生种种差别，所谓卵身、胎身、湿身、化身，或有依于地水火风而生住者，或有依空及诸秽木而生住者，种种身类、种种色身、种种形状、种种相貌、种种受量、种种族类、种种名号、种种心性、种种知见、种种欲要、种种异形、种种威仪、种种衣服、种种饮食，处于种种村营聚落、城邑宫殿，乃至一切天龙八部人非人等，无族、二族、四族、多族，有色、无色，有想、无想，非有想、非无想，如是等类，我皆于彼随顺而转。种种尘世、种种供养，如敬父母、如奉师长及阿罗汉，乃至如来等无有异。于诸病苦为作良医，于师道者是其正路，于暗夜中为作光明，于贫穷者令得福藏。菩萨如是平等饶益一切众生，何以故？菩萨若能随顺众生，则为随顺供养诸佛；若于众生尊重尘世，则为尊重尘世如来；若令众生生欢喜者，则令一切如来欢喜。何以故？
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，因于众生而起大悲，因于大悲生菩提心，因菩提心成等正觉。譬如旷野沙砾之中有大树王，若根得水，枝叶花果悉皆繁茂，生死旷野菩提树王亦复如是。一切众生而为树根，诸佛菩萨而为花果，以大悲水饶益众生，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花果。何以故？若诸菩萨以大悲水饶益众生，则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。是故菩提属于众生，若无众生，一切菩萨终不能成无上正觉。善男子，汝于此意应如是解：以于众生心平等故，则能成就圆满大悲；以大悲心随众生故，则能成就供养如来。菩萨如是随顺众生，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此随顺无有穷尽，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生与意业无有疲厌。复次善男子，言普皆回向者，从初礼拜乃至随顺所有功德，皆悉回向净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，愿令众生常得安乐，无诸病苦，欲行恶法皆悉不成，所修善业皆速成就，关闭一切诸恶趣门，开示人天涅槃正路。若诸众生因其积极诸恶业故，所感一切极重苦果，我皆代受，令彼众生悉得解脱，究竟成就无上菩提。菩萨如是所修回向，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此回向无有穷尽，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生与意业无有疲厌。善男子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十种大愿具足圆满。若诸菩萨于此大愿随顺去入，则能成熟一切众生，则能随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则能成满普贤菩萨诸恨怨海。是故善男子，汝于此意应如是知。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已满十方无量无边不可说不可说佛刹，即为成数一切世界上妙七宝，及诸人天随身安乐，布施而所一切世界所有众生，供养而所一切世界诸佛菩萨，今而所佛刹即为成数劫，相续不断所得功德。若复有人闻此愿王历经于耳所有功德，比前功德百分不及一，千分不及一，乃至优婆尼沙陀分亦不及一。或复有人以生信心于此大愿受持读诵乃至书写依似句记，速能除灭五无间业，所有世间身心等病种种苦恼，乃至佛刹及微尘数一切恶业，皆得消除一切魔君夜叉罗刹，若鸠盘荼，若毗舍蛇，若不多等淫血啖肉诸恶鬼神，皆悉远离，或时发心清净守护。是故若人诵此愿者，行于世间无有障碍，如空中月出于云翳，诸佛菩萨之所称赞，一切人天皆因礼敬，一切众生悉因供养。此善男子善得人生圆满普贤所有功德，不久当如普贤菩萨，
素得成就微妙色身，具三十二大丈夫相。若生人天所在之处，常居圣足，悉能破坏一切恶趣，悉能远离一切恶友，悉能制服一切外道，悉能解脱一切烦恼，如狮子王摧伏群兽，堪受一切众生供养。佛法浩瀚无涯，读诵大圣经典，既能开发智慧，更丰富生命。欢迎十方大众踊跃护持本节目，护持账号19658482，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素食一词虽源于中国佛教，是自古以来就有的饮食文化。然而，国外也有不食肉的风气。在翻译上，若沿用素食，在华人社会会产生几个问题。一，素食的界定困难，会不清楚对方素食的范围如何。二，许多人，特别是基督宗教信仰者，会因素食属佛教信仰而不愿意吃素。事实上，这些都是小问题，因为不吃肉是各种素食形态的基本定义。所以世界各地的素食者可以坐下来一起用餐，不伤害是各种宗教的基本信仰。所以世界各宗教人士也可以坐下来一起用餐，享用不是来自宰杀动物的食物。素食的定义不使用任何肉类，而是使用植物性食物，如谷麦、蔬菜、水果等。其中含动物性原料的产品，亦即油脂、汤汁、萃取物及浓缩物，都不属于素食食品。素食者一般都尽量避免直接或间接地伤害动物，包括不使用那些来自于动物的产品，例如牛黄、虎骨、熊胆、象牙、貂皮油、麝香、鱼油、鸡精等，也不从事直接与杀生有关的职业，例如屠宰业、非素食餐饮业、养殖业、捕鱼业等。素食大致分为五大类：一、素食不吃肉及其副产品，这是欧美素食的概念，这也包括极严格素食饮食者绝不食用含动物性成分的食品，或是蛋、奶、蜂蜜都不吃。二，蛋素食是指素食者会食用蛋制品及植物性食品。三，奶素食是指素食者会食用植物性食品及奶制品。四，奶蛋素食是指素食者食用奶类、蛋制品。基督教安息日，教会教徒所实施的素食，
如台北台安医院及供应蛋奶素。五、佛教素食传统除了不食肉、蛋、奶之外，也不吃的葱、蒜、酒等具有刺激性的植物。西方社会还有一种分类，是因为有些食物在界定上有模糊地带，例如蛋、奶，所以就以严格或说纯粹、不严格或说不纯粹来分。一、严格素食是指全素食，饮食中只有植物性食物，不用任何直接或间接来自动物的食品。二、不严格素食是指奶蛋素食，饮食中有奶和蛋的素食。奶素食则是指饮食中可以有奶的素食，蛋素食则是指饮食中可以有蛋的素食。护持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、一切菩萨摩诃萨、摩诃般若波罗蜜。绽放希望，生命电视让世